是真正属于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，祸害安息国三藏安世高义。佛在舍卫国，其还阿难宾底阿兰，时佛伤哀诸所有生死之类故，结出称为分别善恶，都有五道。人作善恶有多少，称慧有薄厚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何谓五道？一为天道，二为人道，三位恶鬼道，四位畜生道，五位淋漓泰山地狱道。人不求度世道者，生死忧苦不断绝，往来五道不得解脱。贤者侠人，掩于忧苦，见师则成事，不见则思师教戒。师教人趋恶就善，是人度世之道。父母养育，老病死亡一世耳。佛度人万事不及，贤明智者以手思为之。佛告诸弟子，皆听我为汝陈说善恶之祸福。诸弟子皆常跪，插手言，莫受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慈心不杀生，从不杀得五福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增长，二者身安稳，三者不畏兵刃、虎狼、毒虫所伤害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寿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则长寿。今见有百岁者，皆故是宿命不杀所致，乐死不如苦生，如是分明，胜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取他人财物，道中不拾遗，心不贪利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增，二者不亡遗，三者无所谓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夺珍宝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保守其财产，县官盗贼不敢侵犯取其财。今现有宝财至老者，皆故是宿命不敢取他人财物所致也。亡无多少，令人忧恼，亡遗不如宝在，如是分明，胜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犯他人妇女，心不念邪僻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不枉费，二者不畏县官，三者不畏人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育女作父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多端正妇。今尊者见有若干妇端正好色，皆故是宿命不犯他人妇女所致也。见在分明，胜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两舌缠人，不恶口骂人，不妄言其语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语言皆信，
二者为人所爱，三者口气相好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好口齿，他人不敢以恶语污之。今见有从生至老不被口谤者，皆故事宿命，户口善言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妄缠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不饮酒醉，从不醉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，传言上士，境见常理，语言不谬误，亦是患如意。二者，家世修治，常有余财。三者，假借求利即得，亦为人所敬爱。四者，得上天，亦为诸天所尊重。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洁白自喜，贤惠小事，皆从故事宿命不饮酒所致，甚莫饮酒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不持刀杖恐人，不以手足加痛于人，不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欲不施于人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身体强健；二者，卧起常安稳；三者，为诸天龙鬼神所护侍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乐无极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身体顽具，无疾病。今见有从生至老无有疾病者，是皆故事宿命不加痛于人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何心不称讳？见贤者敬之，愚者忍之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为人所称誉；二者，人见之皆欢喜；三者，身子安稳，以润则好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端正净洁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善性，端正书好。今见有好人万人之选，皆故事宿命，和心善性，人如所致也。不称讳如是分明，甚莫称讳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孝顺父母，敬事长老，恭直谦卑，贤贵后起，后言先止，常教恶人为善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为人所敬爱；二者，人皆道其善；三者，自意欢喜；四者，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爱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众人所媚爱。今见有善心孝顺为众人所媚爱者，皆是故事宿命孝顺尽是长老所致。如是分明，可作孝顺事于长老。佛言：人于世间用见小事，善心好意，尽是尊老，礼节兼备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仕宦得好职；二者，在官及迁，卖买得利；三者，百姓见之皆欢喜；四者，得上天，诸天见之皆欢喜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王侯公卿作子，皆故事宿命行礼作福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不悭贪，好喜布施，爱是诸家亲属贫穷者，若乞丐儿饮食常当食饱，衣亦当完好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，财产日增；二者，为诸天下人所称誉；三者，为州郡国所尊敬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所侍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
大富乐，为众人所敬，皆故事宿命，不施行善所致。如是分明者，亦可行得布施。佛言：人于世间有明经贤者，若沙门、道士，习往问度世之道，行不嫉妒、贪爱高远贤者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得暇，二者多闻，亦多知多见，三者多敬探知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世所学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及明经小道，为国家所敬重，亦为人所归仰。今见有明经小道者，此皆故事宿命，做道行德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行道德。佛说经已，诸弟子皆欢喜，前为佛作礼。佛言：听说作恶得恶。诸弟子皆插手言：诺，受佛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喜杀生，无慈之心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短，二者多金布，三者多仇怨，四者万分以后，魂魄入泰山地狱中。泰山地狱中毒痛烤炙，烧至真主，灼刺涂锅，压肠破骨，欲生不得，犯杀最大，久久乃出。五者从狱中来出生为人，常当短命，或胎伤而死，或堕地而死，或数十百日而死，年数十岁而死者，今见有短命人，若行斑疮，身体不完，薄茧突鱼，或盲聋喑哑，求鼻塞痈，或无手足，孔窍不通，皆有故事宿命，屠杀、射猎、罗网捕鱼、残杀文盲、龟鳖、藻虱所致，如是分明，胜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偷盗劫人，强取他人财物，求利不以道理，欺诈取财物，轻秤、小斗、短尺欺人，若以重秤、大斗、长尺轻人，道中舍疑，取非其财，负债借贷不归，抵触以行护人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耗减，二者王法所及，觉知当孤，少有托者，三者若身未尝安归，常怀恐怖，亦自欺身，四者死后魂魄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烤炙数千万毒，随所作受罪。五者从狱中来出，随所负轻重常在，或有做奴婢长者，或做牛、马、骡、驴、骆驼长者，或做猪、羊、鹅、鸭、鸡、犬长者，猪禽兽、鱼鳖之属，皆是负债者。今言债不腐朽，所谓也。今见有下贱畜生之属，皆由故事宿命贪利，强取人财物所致也。畜生勤苦如是，见在分明，甚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淫逸犯他人妇女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家事不和，夫妇数斗，数亡钱财；二者为县官，常与垂帐从事，王法所及，身当被孤，多死少生；三者自欺身，常恐畏人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铁铸正翅，身长抱之，作犯他人妇女，故得世殃，如是数千万岁，行乃尽。五者从狱中来，出生为鸡、凫、鸟、鸭、人，
魂魄无形，所着为名，今见有积福盈溢，不必母子，亦无节度，亦有犬马之争，狗争渔夫，畜生之属皆有性足，而积福盈溢，独无止足，皆从故事宿命盈溢犯他人妇女，受是积福生，当为人所惮时，如是勤苦不可述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两舌缠人，喜恶口，妄言其语，此共高诽谤圣道，嫉贤妒能，彼子高才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多怨憎，二者自欺身，一从世人皆不信，三者数逢非祸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有鬼从人相拔其舌，若以烧铁勾其舌断，若以烧铁狼铠刺其咽，欲死不得，欲生不得，不能语言，如是数千万岁。五者从地狱中来出，为人恶口，此祸免缺。迷津简辑众言，或阴雅不能言语。今见有事曹人，皆故事宿命两舌缠人，诽谤圣道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神恶口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习饮酒醉，得三十六失。何等三十六失？一者，人饮酒醉，使子不敬父母，臣不敬君，君臣父子无有上下；二者，语言多乱误；三者，罪变两舌多口；四者，人有拂逆隐私之事，罪变道之；五者，罪变骂天逆舍，不必忌讳；六者，变卧道中，不能复归，或往所持食物；七者，罪变不能自证；八者，罪变低仰横行，或堕沟坑；九者，罪变必顿复起，破伤面目；十者，所卖买谬误忘触底；十一者，罪变失事，不忧至身；十二者，所有财物耗减；十三者，罪变不念妻子饥寒；十四者，罪变唤骂不必王法；十五者，罪变解衣脱坤裤裸行而走；十六者，罪变妄入人家中千人妇女，语言干乱，其过无状；十七者，人过其旁欲与共斗；十八者，踏地唤呼惊动四邻；十九者，罪变妄杀重置；二十者，罪变抓锤射中食物破碎之；二十一者，罪变家事视之如罪囚，语言冲口而出；二十二者，朋党恶人；二十三者，疏远贤善；二十四者，醉卧绝食，身体如疾病；二十五者，罪变吐逆如恶露出，妻子自增其所状；二十六者，罪变抑郁前荡，向狼无所避；二十七者，罪变不敬明经贤者，不敬道士，不敬沙门；二十八者，罪变淫逸无所畏避；二十九者，罪变如狂人，人见之皆走；三十者，罪变如死人，无所复视之；三十一者，罪或得泡面，或得酒病，正微黄熟；三十二者，天龙鬼神皆以酒为恶；三十三者，亲厚之事日远之；三十四者，罪变蹲踞是常例，获得鞭蹦和两目；三十五者，万分之后当入泰山地狱，常小童入口，
交付中过下去，如是求生难得，求死难得，千万岁。三十六者，从地狱中来出，身为人常愚痴，无所事之。今见有愚痴无所事之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事酒所致，如实分明，亦可胜酒。酒有三十六师，人饮酒皆犯三十六师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持杖恐人，以手足加痛于人，喜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喜强持与人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自欺身，亦为人所患毒；二者身为恐怖；三者又数病疾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随所作受罪，久久万岁；五者从地狱来出，身为人多病，身不离帐。今见有多病者，皆故事宿命喜加痛疾之所致也。多病不如强健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常喜嗔恚，不合调，见贤者亦会，见愚者亦会之，不别善恶，但欲嗔恚而已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为自烧身，二者意自乱意，三者卧起不安稳，或忧会自杀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毒痛烤至数千万岁，五者从泰山地狱中出，身为人面目常恶，色味黑黄熟。今见有恶色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嗔恚所致，面丑恶色不如端正好色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你死亡的那一天，没有人能够护卫你。听闻的人们啊，你要做好仰赖自己的准备。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，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，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，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，最有权势的将军也无法命令军队阻挡死亡的来临。他必须像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屈服于死亡。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，在中阴徘徊游荡。在中阴，你将发现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一生生，处于幽暗之中，迷失绝望，完全不知所措，又不知道何去何从。那时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怖幻觉令人毛骨悚然，其可怕的程度笔墨难以形容。虽然这些幻觉只不过是你心的投射，但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。在那个时候，你透过修持佛法所获得的觉受，
是唯一可能的慰藉来源。这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就要开始努力修行是如此重要。即使在太平时期，一个国家都要替未来可能发生的侵略未雨绸缪，做好因应的准备。同样的，你也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警觉，用修持佛法的方式来准备面对死亡。佛法如同永恒的丰收，能够为你的来世提供食粮，并且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收看早课